看秦军入瓮这一下还是想到了，沉默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个伤害没人挡吗？贴脸飞哪吒飞了两厘米，成功打到对方的一个视野位，看能不能让足够的伤害。其实这个位置大招开得很果断，哎，这样的话火舞接上去一脚踢飞，但是哪吒深入敌后，伤害差了一点，先弃推回来，但这样。 小雨是走标了，但无痕此时过来挑飞，一个接个大招，明明很难走，血量有点残了，还差一下，对不起，走掉了啊。再走，我们反打大招能救下。哪吒飞了，哎，带走。我们看看，要飞水晶了吗？我的天哪！流苏这边二技能在进去免伤，强行剑穿。哎，我们看这波先守了，一个两厘米的飞，前面直接扛三个，又是一波三，没错，直接配合队友强行秒掉弱的雅典娜，那么这样的话黄忠就是100%会出事情了。 现在拿这个套圣，看SCN哥下路这边选择放塔，没错，看一下大乔的位置。等一下，这个大乔，我塔有弄啥嘞？这个大乔，等一下，我们看下这个大乔，大乔，看一下圣哥的位置，你想干什么？五哥接过去，这个强拆，我的妈呀！哇，恭喜圣哥1-0。 三人又想直接强杀关羽，那如果电鸟直接布下来配合鲁班，希望伤害非常的高。达摩又定场再受人头，又是小雨，看一下选不选择追击陈鬼的一个诸葛亮。我们看，鲁班七号伤害太高了。在旁边虎视眈眈一个过血，月恒被咬到之后，诸葛亮一个大招能收掉吗？收掉了之后刷新被动，输出有点高，边打边撤一炮，再往前一个大招再招，被挡挡在了一个虞姬的脸上。是。 达摩能不能讲到没有抢到被老帅收到这条主宰？那么这波团战要打起来，看一下老帅的一个位置。我们这边的话，是无痕先收到了小雨的一个大招，我们看雨桐输出位置很好，一个闪现没能骗到老帅大招，应该还是能继续飘。哎，飘死了一个陈鬼的诸葛亮，实际上强行切鲁班，开启二技能封住，直接打死鲁班七号。刘思刚才打的也是凶，刚才开着封住直接走硬，我们看雨姬被强切了，直接控到死，然后免接达摩。 我们看一下这边五打四的话，二哥血量不是很足，还要打边撤诸葛亮，血量很残，一刀鬼顶一个补攻，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位置，第三鸟带走之后，一个超级兵伤害够不够？有点悬，因为兵线其实有点进不来，这一波正面二打二，杨戬的血量很健康啊，但是有一点拼，因为有机会，老帅这血量不错，直接双杀掉，那么这样的话恭喜车位1-1。 我们先看一下这波一枪打到现在的话，只有近二果这边直接被打成了残血，也是直接被宫本武当冲上了一血，再勾回了一个哪吒三太子，再击杀人头焦点诸葛亮，看这个就过分。看一下大河路上非常高，配合一个梦泪的寒信，能不能将直接击杀？没杀掉，我一个闪现一个飞，还就闪现，高了对面将近一倍了。看一下这个位置好高，伤害梦泪绕后一个挑接大招 buff 直接击飞，没有任何的悬念。看前面，好，大招闪现击中绝有金，直接将宫本武当冲上强行秒杀。 阿克波罗开大，但是扛不住伤害，差点被反秒。有没有人跟一个诸葛亮大招没挡住？上赛季 top 10，无痕扛不住啊！这个大河路上伤害太高了。我哎，这波看一下这个位置啊，有点扛不住啊，伤害太高了，又是一个大招，直接秒掉，再接公布大招，直接瞬秒啊！拿出来之后，雨秋一个大招进场。 对不起，还剩一个陈鬼。好了，那么这样的话，两路助战先锋到位，让我们恭喜 AG 超文会。